Hello, Vogue 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新田，今天带你们到肖邦的店上。我自己最喜欢肖邦的地方就是它的设计是很女性，然后同时又充满一些童趣。现在我手上戴的这个珠宝系列呢，就是他们的 Happy Hearts 系列。那这个 Happy Hearts 系列上面可以看到很多满满的心形。肖邦一直以来都很致力投入在社会公益，所以我会觉得可以让喜欢肖邦的我们在佩戴美丽的珠宝的同时呢，也可以为社会多付出一些爱与快乐。可以让我快乐的元素呢，就是我喜欢生活中处处充满惊喜。手上的这一只 Happy Spoon 呢，上面有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。其实我看着它滑动的时候，就感觉很像自己置身在大自然里面。这一个戒指呢，手环，还有现在戴的这个耳环呢，是今年肖邦最新的 Happy Spirit 系列。那上面呢，一样有滑动钻石，所以看了一样会心情愉悦，然后带给我满满的正面能量。夏天我自己推荐的表款就是我现在手上这一只 Happy Spoon 系列的 Happy Fish， 然后里面有一只小鱼之外呢，又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搭配，玫瑰金配上钻石，只要简单的穿一个 T 恤或是一件衬衫出门就会很有型。就像我说的，因为我很喜欢也很认同品牌的理念，就是 Happy and Love， 所以所有心形的东西我都很喜欢。像我现在手上佩戴的就是他们今年最新的款式 Happy Hearts Wings 系列，然后上面这个爱心呢就像翅膀一样，所以背后的寓意就是想表达出快乐和爱的那个感觉，戴上去马上就有幸福的感受。那中国情人节快到了，希望大家今年都可以收到这么可爱然后又有意义的礼物哦。